这个狮子好瘦啊！我有什么呢？那小孩有什么的吗？这个。小孩你们都。看这个。锦鲤都被耗尽了。什么？啊？那不上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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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狗的，哇，这好看吗？基本上比较正式。如果你们真正到了北京故宫，你要注意观察北京故皇帝，是明清五百年的正大光明的皇帝在北京上朝。还有这地方坐的是洪秀全的坐的是谁呀？孝庆皇帝刘夫人。这一座洪秀全在1871年从广西迁都时，他用臣建立北京，那后来。所以看里面连本书都没有。有后面的东西，后面的人给他放上去的吧。走墙吗？可以啊。干嘛？帮忙。请乘客先登机看，不要停留。看，不要停留。看看颜色状况。请游客边走边看，不要停留。超哥，把这面玻璃给他。钱往哪上啊？炮火连天，我跟你这么讲。总统府吗？那个跳过重来啊！总统住的地方，总统办公的地方。秘书长办公室。没有人看副总统办公室。不要逆行啊！哎。对，现在是左边盘。来，师傅。八字厅的右手边，它是有两个会客厅的。我们是不是已经逛完了？嗯。我扔了。办公室。
中华民国的印，应该是啥原因？就跟我每天办公的地方一样，我在坐那个位置。甚至你还可以选上面签字是谁签，对啊，其实 chairman 还是某个什么 board of director。那个护照好大呀，怎么有这么多本呀？不同的版本呗，不就是 share certificate 吗？其实，嗯，就是。高。他是我们国外教育。对，他好像是留学回来。这什么鬼地方？下周末吃完早点对吧？你不能干到。中山在办公室。小平房。嗯。我放在一起放哪？奇怪。
见过吗？路易斯几被砍头了？16。作为总统，谁这么想说？要找这种书。你来看看，他这张照片是照片。